朝着数码广播新时代又在迈进一大步。位于佛罗加尔的类比电视讯号转播站正式关闭，当地居民从今天开始必须透过数码电视讯号才能收看电视节目。这是我国第一个关闭的类比电视讯号转播站。这里要提醒您，我国正朝向数码电视时代发展。如果您的家里的电视不具备数码功能，就必须额外安装数码接收器，也就是 MyFreeView， 才能够接收到数码电视。而现有的传统类比电视讯号将从十月起陆续关闭。欢迎光临 CJ Watch Show， 你好，我是 Gary 俊成。大家好，我是佳琪。刚刚那段新闻你看了之后呢，你应该知道说，哎，其实在接下来的日子呢就会停止类比讯号。是的。然后有一个重大的宣布，大家看一下哦，其实中码跟南码呢在9月30号就会停止类比讯号了。9月30号，这是最新的消息。对，还有5天的时间，大家看得到吗？如果你9月30号之前没有换数码转换器，10月1号的时候你就看不到电视节目了啊。对的，那你可以看到说呢，我们的这个北马呢，还有我们的东海岸呢，就是在10月14号全面终止。还有呢，我们东马沙巴沙拉越呢，就是10月31号是最后一天，类比讯号呢即将会终止。等同于说，如果你没有这个数码转换器的话呢，那你就再也看不到这个电视节目。只有转换成这个数码广播，也就使用我们这个数码转换器的时候呢，才能够顺利呢接收到电视节目。对，我相信你一直在看八度空间，看 NT7，对。对不对？看华语新闻啦，看韩剧《延禧攻略》，然后甚至看很多综艺节目。其实单单只是看八度空间呢，已经是有很多免费的娱乐节目了。可是如果类比讯号一终止的话，你又还没有换这个数码转换器哦，你根本是没有得看了、啊。难道你要到时候才临时抱佛佛脚啊，去买一个数码转换器来安装？那可能你就 miss 了几集《延禧攻略》了。到时候是不是就很紧张？不要临时抱佛脚啦！你看一下，今天有了我们的 Green Packet 的数码转换器之后，你可以看到的电视台呢，比起一般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更加多的，因为呢当中呢又有多了这个 RTM HD Sports Channel 啦，然后有更多的一个电视节目，我们全部是有13。然后呢，我们还有6个电台可以收听节目哦。对，记得是一次付费，终身免费，是不用给月费的哈。然后它的安装真的是超级容易，大家看一下哦。只要你拥有一台我们的这个 TV Recorder， 你买一个高清的天线，然后呢，你接播去我们的数码转换器哦，再接去你的电视机，然后你就可以收看我们的电视节目了。是的，所以是很容易、很简单的，而且呢，它不需要给月费，这个我必须要强调啊，不需要给月费。而且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今天呢，它不会受这个天气的影响啦。一般是如果说你们今天是有给月费的话，很多时候呢，刮风下雨的时候也会影响到那个收看节目的一个素质嘛。那今天呢，转换了这个数码转换器之后呢，你就迈向了数码化的时代。那今天呢，你收看到的节目更多之余呢，其实素质也更加好。对，那我相信有些朋友他们的家哈，因为天线的问题哦，很多时候啊，你看那个电视节目的时候都是有雪花。对，还有2个影子，那可能你是不在乎了。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说，哎呦，你的老爸老妈哦，每天就只有看电视这个免费的娱乐节目。那如果类比讯号又终止了，他们连这个免费的娱乐都没有了的话，是不是很可怜？是的。你自己看一下，现在这台电视机哦，就是使用类比讯号的，蒙蒙了一片雪花。那如果你家的小朋友、你的老人家看这样子的电视节目，眼睛是要很用力的，对不对？那不老花也变得立刻老花了，近视也会加深。是的，但是你看到吗？现在呢，我们是使用2个一模一样的电视的一个这个型号哦、嗯。但是呢，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里呢，完全是一目了然，而且它的那个画质是非常好的，更加不用说哦，它的那个声音的素质也是比起一般我们这个 analog 更加好。那今天呢，你可以看到的东西是什么呢？就除了说它的画质上面比一般上更加好之余呢，如果说今天呢你要转换去我们不同的台的话呢，它有更加好的一个指示哦。因为呢，就是今天这样子按一按呢，就可以看到讲说下面呢是有这个资料出现的。没错，哎，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你知道接下来会有什么节目嘛，对不对？而且我告诉你哦，我们还给你一个高清的运动的电视台的节目啊。
就是这个 RTM Sport。 那很多时候你的老公或者孩子很喜欢看踢足球羽球赛嘛，对不对？可是今天我们给你哦，就是 RTM HD Sport， 你看任何的足球赛羽球赛都是高清的，不用给月费，然后就可以看得到，是多好的一件事情。是，而且这样子是免费的。那你今天只要呢一次过买我们的109令吉的一个 TV Decoder Green Packet 呢，其实过后你就不用再给任何的月费，没有任何隐藏的收费，所以109令吉就109令吉啦。对，那我相信呢你应该是有一些疑问的了，那我们就综合了很多人给予的问题啊，比如说我可以用付费电视的天线吗？不好意思，是不行的，你需要购买一个 UHF 的天线。然后有多少个频道呢？目前为止有13个电视频道，6个广播频道，接下来还会增加的哦。是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现在如果不买的话呢，你今天家里还是用这类比讯号的话，10月31号将会全面的终止，而且呢是在东马哦，中南马的话呢，其实5天就已经是要终止了，所以要的话就要赶快了。最重要说，我们现在呢已经是踏入这个数码时代了，为什么要更换这个数码广播呢？那是因为呢它的画面会更加的清晰，音频呢是更加高的一个素质，最重要是什么？更多的电视频道还有服务的选择，还有这个你不需要给任何的一个订阅费，所以你一次过付费109令吉呢，往后就不需要再给任何费用和任何隐藏费用啦。而且呢我们现在是使用的是天线哦，就算你家没有 WiFi 哦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哦。然后你更加省钱的是什么？是的，109令吉，然后呢你就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电视节目，其实单单你看八度空间看 NTV7、就有很多韩剧啦，中国的连续剧啦，甚至本土的连续剧或这样的节目都有，你看35套已经卖出了。谢谢大家，记得其实呢看电视尤其是看免收费台，对家里的爸爸妈妈来说呢，其实是一个非常简易的消遣，也是他们唯一的这个娱乐消遣活动啦。对，那如果说呢这个类比讯号停了之后呢，他们连唯一的这个消遣活动都没有了，多么的可怜。我跟你说，就算是普通啊传统在大狗碎啊大番薯的电视机啊也可以连接我们的电视的转换器。那这个数码转换器呢，你自己看一下，我们要给你啊这个接驳器哦，然后你就接去你的电视机，然后接去那个数码转换器就 OK 了。当然最重要的是你接了之后你要看一下这边有个 TVAV 的，你要按一按它，因为如果它没有接对的话，你看它是蓝光的哈 ，OK。然后如果是 AV1， 它不是接去这个频道也没有的，接去 AV2 你就看得到它的这个节目啦。是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其实它跟我们平时接收这个免收费电视台的情况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说现在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我们这个呢备受承认以及备受政府呢肯定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转换器，而且呢你一定要知道。如果说今天你买不合法的转换器的话，是会被提控上庭，你会被罚款或者是坐牢。对，你看得到了，我们有 MCMC Serum 的认证，而且我们给你的呢，除了说我们的数码转换器，还有一个 remote control 啊，所以109令吉，你立刻就可以享有啊13个电视频道、6个广播频道，这是类比讯号呢是看不到的。要怎么购买呢？赶快拨打我们的热线号码18001800808，或者用我们 CG。Workshop 的手机 app 来抢购啦！你准备好了吗？全马的类比广播 analog 讯号时代呢，即将要停止了啦！不用担心哦，即便是转去了 digital 的时代，今天呢，你只需要我们的 Green Packet 数码转换器，你就可以迈向数码化的时代啦！今天一次付费，终身免费。你看看我们的 My Free Will 电视广播平台呢，带给你的是一些很清晰、不受干扰的播放服务。13个电视频道，6个广播频道嘞。是的，而且呢，我们是陆续有来哦，这样子的话，让你有更棒的一个娱乐体验，而且呢，画面是更加的清晰，音频呢是更高的素质。对，不要再被那些雪花般的画面给折磨了，而且我们是获得了 Serum 和 MCMC 政府机构认证，绝对合法啦。当然，最重要的是今天我们是限量的一个套组哦，109令吉就可以把我们的数码转换器，还有我们的接驳器等等都带回家，一次付费，终身免费。记得不需要给月费，然后我们是免运输费，送到你家 free delivery 啊。事不宜迟，马上。上更换呢，因为我们停止类比讯号的时候就要到来了。对了，赶快下载 CJ Workshop 的手机 app， 并且用我们的 app 来买东西，还可以获得5%的 Wow Go 积分，下次可以扣6令吉，赶快抢购啊！三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天哪！从十月份起，电视类比讯号将全面停用了，到时候你家的电视将会变成这个样子，没有讯号，无法收看节目了。如果你还想继续收看电视节目，就得购买一部数码转换器以观看数码频道，最好的转换时机了。 Siri One Shot 为你带来优质及获得 Siri MCMC 认证的数码转换器，无论是新电视、旧电视、大电视、小电视，只要有这个转换器，你就可尽情享受更高清的画面、更优质的音效哦。琳琅满目的资讯和娱乐尽在 MyFreeView 平台，一次付费终身免费，而且安装轻松不费力。 RainPacket 数码转换器只售109令吉，别再等了，赶快拨打1800180808或用手机 APP 来购物吧，天天精彩，天天哇哦。各位雪兰莪州、马六甲、森美兰或者是柔佛的朋友，就是中南马的朋友，你们要记得啊，5天过后类比讯号将会全面停止，所以如果你现在还没有更换或者是买我们的数码转换器的话，10月要开始你是看不到任何电视节目的八度空间的新闻，然后连续剧全部都看不到啊。哎，我们现在电话是在战线当中的，所以记得如果要抢购我们这个仅剩没有太多，哎，58套已经卖出了我们的 Green Packet 的一个数码转换器的话，你可以上到我们的手机应用程式来购物，更加快速之余还可以累积我们的5%的积分，下次可以换成现金来作为折扣哦。对，中南马的朋友其实你一定要听我说，真的不要说最后一分钟你才来换，哎，因为到时候可能你买不到，还有一些商家可能坐地起价，是，然后你现在最追看这连续剧，比如说延禧攻略看好价，然后如果看到很重要关头啊，你突然间没有类比讯号了，10月1号你怎么办？那时候你不是觉得很心疼吗？是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我们要想到我们在老家的爸爸妈妈啦，很多时候呢，他们得空的事就是坐下来看电视，是他们唯一的这个消遣嘛。如果你临时才买的，到那个时候呢，他们一天两天没有看电视，他们会觉得活不下去，你知道吗？对啊，哎，这个是势在必行了。大家看一下我们马来西亚地图啊，9月30日中南马全面停止类比讯号，是 analog 是没有了。然后北马的朋友，10月14号就到你们了啦。是的，所以你不要讲，哎呀，还有时间慢慢等，慢慢等啊。你看一下沙拉越沙巴也是10月31号。所以10月1号呢，完全就是没有类比。其实我跟你讲说，如果你现在买的话呢，寄到来是刚刚好的。虽然说我们的这个 service 运货的 service 也是很快啦，但是呢，快买好过迟买，对不对？因为到最后一分钟临时抱佛脚，可能我们卖完了嘞，那怎么办？对，你看看我们其实给你的还有 remote control， 还有安装指南，非常容易安装了。你只要买一个 UHF 的天线了，高清天线，你装在你家外面，再连接去我们的数码转换器。跟你的电视机就可以看了，不需要 WiFi， 不需要给月费，然后呢，你就可以终身免费看到比较清晰的电视节目。是的，哎，现在电话呢依旧是在战线当中，如果你要打电话的话，需要等个3分钟，请上到我们的手机应用程式来购物，更加的快速，而且可以累积更多的现金折扣哦。那你可以按进去之后呢，按我们的 Green Packet 了，就可以立刻下单抢购了。主要是什么东西呢？为什么我们现在一定政府要换成这个数码化的一个广播呢？那是因为呢，其实呢 ，analog 时代呢，它比较不方便，而且它画质是很差很差的。很明显，你自己看一下类比讯号的那个电视节目了，除了说不清晰，那个音效也是杂杂塞，然后不清楚。可是你看一下数码讯号出来的节目，除了要颜色更加鲜艳呢 ，OK， 更加清晰，你也可以享受到高清的运动台的节目。是的，因为呢，平时你现在在看我们免收费电视台，可能说1、2、3、4、5只有5、6个这样子电视台，但是现在呢换了我们的 Green Packet， 我们在这个 My Free Will 的平台上面就有13个电视频道，这么多有6个电台可以收听。哎，平时哦，你家里的电视机哪里可以听电台的，对不对？哎，你知道有很多人呢，他们一习惯说哦，世界羽球赛啦，或者足球赛一踢一开打的时候，他们就要去别人家看，去外面看，因为家里面没有这样子的电视频道嘛，对不对？可是现在我们给你的RTM HD Sport 哦，直接可以看到这些足球赛、羽球赛，你不用让你的老公出去外面看了，也不用给任何的一个月费。最重要是什么呢？现在很多人会问我们讲说，有一些很常问的一些问题啦，比如说，哎，我可以用收费电视台的一个天线吗？不可以哦，你需要
额外再购买我们的 UHF 的天线，然后会有多少个频道呢？13个电视频道这么多，而且呢，我们接下来还会陆续再加入更多电视频道，以及6个广播频道。那你为什么要买这个数码转换器呢？因为呢，我们的这个类比讯号时代呢，10月31号就会在全马停播了。OK， 那如果你的朋友是亲戚啊，不知道中南马哦，9月30号就还有5天了，就会停止类比讯号的话，麻烦你赶快跟他们说，打电话给他们分享，给他们知道，因为10月1号呢，中南马的朋友你们将看不到任何八度空间 MTV Seven 的电视节目。你看100套已经卖出了，谢谢大家。因为我平常有在追看连续剧的，韩剧也是有。那突然间你说没有类比讯号，我看不到的时候，哎，你在那边啊急跳脚也没有用的，因为我们一直跟你讲了嘛，对不对？你还是不要买。哎，现在剩下5天的时间哦。而且你知道吗？现在如果你收看电视节目，比如说八度空间啊、NTV 七啊，其实它都有一直在提醒你讲说，接下来呢这个类比讯号将会停播，你一定要购买这个数码转换器，才会呢接收到我们的一个数码讯号，才能看到电视节目。没错，所以呢不需要等了的啦。你要看，要想一想看哦，这个数码的转换器带给你的是更高清、更清晰的节目，而且呢音效也更好。哎，你要跟你的家人一起享受天伦之乐吗？和乐融融的看电视节目，这是我们最廉价的一个享受来的。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很多时候呢，我们每次回去啊，比如说佳节的时候回去，都是在一起看电视的，对不对？对啊。那是唯一的消遣活动，也是爸爸妈妈们家里的老人们唯一的消遣活动。其实109令吉投资下去，一次过给这个109令吉，以后再也不用给任何的月费的话，其实是一个很廉宜的投资。你知道有时候啊，我给月费啦，看那边的电视。是节目了，下大雨的时候又收不到。对 ，OK。可是今天你用这个高清的天线，你自己买一个连接下去哦，你不用担心这个问题。是的。最重要是我很省钱，我不用每个月给月费啊。那个负担很大啦，对不对？对啊。而且最重要是什么呢？我们现在呢，120套已经卖出了，谢谢大家。我们现在提供给大家的 My Free Will 的一个平台呢，有比往常免收费电视台更多的频道选择，因为我们有13个电视台这么多，还有6个电台频道。对，来看一看今天我们带给你的 Green Package 数码转换器的套组哦。除了说有数码转换器，还有一个 Remote Control， 一个给你1年的 warranty， Remote Control 是3个月的 warranty， 还有那种接驳线啊、充电器，通通都给你了。是的，全部呢只需要109令吉而已，所以呢一次付费是终身免费。现在电话是在占线当中的，所以劝请爸爸妈妈们上到我们的手机应用程式来购物的话呢，更加的快速，而且可以累积我们的5%哇购积分，赶紧行动吧！拨打我们的热线，或者上到手机 APP。干嘛看不到电视节目了的？干嘛刚刚是雪花一片啊？你这种人平常是没有看新闻对吗？现在快点去看一下新闻啦！我国朝着数码广播新时代又在迈进一大步。位于佛罗礁屿的类比电视讯号转播站正式关闭，当地居民从今天开始必须透过数码电视讯号才能收看电视节目。这是我国第一个关闭的类比电视讯号转播站。这里要提醒您，我国正朝向数码电视时代发展。如果您的家里的电视不具备数码功能，就必须额外安装数码接收器，也就是 My Free View， 才能够接收到数码电视。而现有的传统类比电视讯号将从10月起陆续关闭。对，还有5天，记得还有5天罢了哦。中南马的朋友，雪兰、阿周、森美兰、张马、六甲、柔佛的朋友，如果你们还没有换数码转换器，就看不到八度空间的新闻，看不到 NTV Seven。八度空间任何连续剧节目等等了啦。所以你看到哈，这个新闻已经报道，不是我们在骗你的。对。现在呢，为什么我们要从这个类比讯号转换成一个数码信号呢？那是因为你可以看到说，其实它的画质上面已经有很大的差别了。对了，
这个画面是有两个影子的，而且呢蒙蒙查查这样子，有点雪花，音效也很糟糕，看这样子的电视节目眼睛很用力，小朋友老人家可能都近视老花了。是的，最重要是你可以看到两边都是一模一样的电视机，但是为什么这边看得更加的清楚呢？那是因为呢我们这里是使用我们的数码信号，所以数码信号用了之后呢，其实你可以看到这个画面是更加的清晰，之余呢其实它的音效呢是更加好的。而且我觉得很棒的地方是什么，有换了我们这个就是 Green Packet 的数码转换器之后呢，你可以看到说下面的有一个资料的一个显示哦，就是它在展现什么电视节目啦，接下来是什么节目的。最重要是什么呢，今天我们有13个电视台供大家选择啦。没错，而且最重要的是还有一个高清的电视运动的电视节目哦，因为平常我们很喜欢看足球赛、羽球赛嘛，156套已经卖出了，我们还给你这个 RTN Sport HD， 所以如果你要看足球赛、看羽球赛，你的老公孩子很喜欢看的话，这个平常类比讯号是没有这个电视台的啊。是的，所以呢，你现在要看一些呢，哎，这个体育节目的话，其实不用给月费了，我们这里免费就可以看得到，而且是高清的一个体育频道。对啊，哎，怎么说？现在全世界都已经是进入数码时代了哦，所以我们也是要跟着时代的脚步了，看更高清、更清晰的节目了。是的。而且我知道很多观众朋友呢都有问题要问我们，比如说，哎，我可以用这个付费电视的天线吗？是不可以的，你需要购买 UHF 的天线。会有多少个频道呢？我告诉你，13个电视频道，6个广播频道。不过接下来日子呢，还会增加更多更多。当然，你为什么呢要购买我们这个数码转换器呢？因为类比讯号呢即将在10月31号全面停止，但是中南马的观众朋友还有5天的时间呢，就要全面终止啦。5天罢了，所以你现在买寄到来，你赶快花，你可以继续看你的连续剧《延禧攻略》或加之前老看的节目，不要错过。而且呢，任何的电视节目都可以使用我们的数码转换器的，像这个百般需要传统的电视机，只要接驳我们的这个数码的转换器的这个天线和电线，然后你就可以看到电视节目了。是的，最重要是 TVAV 这边你要按到对，如果你按不对的话，它就是蓝光，你看到吗？你转去 AV1 也是看不到， AV2 的时候就是连接对了就看得到了。所以要强调一下，就是不是讲你要换电视机，是只要加上我们一个 TV decoder， 也就是 Green Packet 就可以了。最重要是什么呢？一定要买合法的一个 TV decoder， 就是获得我们 MCMC 还有这个 CRIM 认证的 Green Packet 啦。对，185套已经卖出了，谢谢大家支持哦。然后最重要是我们的热线是占线当中的，当然你要拨可以了，1800180808。可是我们建议大家赶快用我们 CJ Wow Shop 的 app。CJ Wow Shop 或者是上网去 www.cjwowshop.com.my 来购买，因为更加的快，还有5%的 Wow 购物积分。记得中南马的朋友们，还有5天呢，我们类比讯号就要停止了，所以呢，动作一定要快，不要等到最后1分钟来临时抱佛脚，好不好？2019中国好声音本周鸟巢冲刺夜，导师李荣浩如何完成揪心的2选1？二位所有的作品一定都不是那种石沉大海的作品，硬要代表。